那你真的会喜欢游乐场跟鬼屋啊？你不知道的事还很多呢。所以你瞒着我什么了？之后再告诉你吧，反正来日方长。有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看见的东西是否真实存在，就像我们刚才一路走来，当海浪卷上来的时候，脚印就都没了。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啊，就是会有很多不快乐的事情，很遗憾的事情，但是就像这些脚印一样，冲走了重新踩就有了嘛，开心比较重要。是啊，像是遇见你之前能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都跟工作有关，但重新遇见你之后让我开心的事情好像都跟工作没什么关系了。所以我今天才想要把你从工作里拉出来好好放松一下。那两张通票是给我的吗？对，本来还计划好了想要去汽车电影院，想要去音乐餐厅，还想看看礁石，然后可能还……没事。哎，你小心小心！你别用手哎！你怎么用手抓水母呢？会中毒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没事，我只想看被水母蛰了，还有没有知觉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